欢迎收看上界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草屯碧空社区借着稻米文化来记录长者的生命故事，同时也创造社区的新产业。最近就研发七彩的米苔目，利用地方所生产的红莲果、姜黄等天然食材来染色，和传统米食变甲真无共款。搁再加上手工制作，骨溜又搁球短短的米苔目，个人看到就真想要试看卖。社区嘛，打算要来试卖，希望讲会当为庄头的妇女朋友来创造收益。粉紫色、黄色、乌色、耀绿色，无同款色泽的米浆，加唔着比例。透过社区阿嬷的手感，浸泡着烧烫烫的水汽，伫房仔顶头来烧，煮好了后，还佫帮伊来洗冷水，用电风来吹过，好口感会使正嫩 Q。应该再放有色的啊，白色应该放无同贵啊。在改变大家对传统美食的想法，社区加入新的创意，利用着在地生产的红莲果、乌米、姜黄，甚至是番薯叶啊，来作为上天然健康的色水，研发的作品方式吃好了。用姜黄加入做米苔目了后，搁加入乌糖，伊变成是一个温补、温凉补的物件，变成讲袂当食冰的人，嘛会当食冰。吼，由于这个食材治疗的方式甲想法。咱来做出无同款的色水，予伊无同款的营养。草屯镇平社区伫记录许多人生命故事的过程，发现甲美食文化分袂开，因此来找找早期迄份古早味。经过大约三个月试验，研发着真侪色水的米苔目，切出着上好食的口感。有水果的气味，啊，予人看起来咱伊的颜色吼，嘛真水，啊，予人食起来感觉讲安尼。会感觉很清爽，安心咯，当然嘛安心，对吧？自己种的都没有农药，没有什么，也没有肥料嘞，嘛无这个下肥料。做者未歹啊，趣味趣味啊，哎，啊嘛敢那有功夫啦。比较细，然后比较短。为着推广无毒健康的好滋味，向社区拍算来进行试卖，希望作为社区发展新的产业，也为社区妈妈有信心，有机会二度来就业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